大家好，这个版本是 1.038.51 版本，更新了一个空房子。我们现在就传送到农场，空房子就在新型房子附近。我们现在就过去找一下，距离有点远，飞过去还是挺费时间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只看到一片空地。不用着急，我们打开光圈，房子就出现了。我们站到光圈里，点击选择 OK。你们看，房子就出现了。我们现在了，就去参观一下，看这个房子有哪些东西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层玻璃房，旁边是一个大的水池。现在进房子内部看看，果然是家徒四壁，除了玻璃墙什么都没有。二楼也一样，空空如也。房子整体参观差不多了，小伙伴，如果是你们会怎么样装饰这个房子了？本期视频就到这了，下期见。